小日本，我让你有来无回。 大哥，你怎么了？飞机，飞机，路那边的，让我给打下来了。啊，路那边的，爆炸了！大哥，你是不是做梦呢？咱们就是老蒋桂良不会响的杂牌部队，哪来的飞机呀？做梦了，做梦了。哎呀，哎呀！ 你说咱们出川抗日啊，来到浙江2个多月了，一个小鬼子没碰上，我只能在梦里跟小鬼子干了。哎，这刚才我都梦见啥了？梦什么了？啊？我刚才梦见了，咱们这部队装备太精良了，有机枪营，坦克团，还有飞行员的。哎呦，军座，你在梦里梦见我没有啊？ 让我想想啊，梦见了，梦特别清楚。当时我是黑队的局长，屁股上中了一枪。<笑>大哥，你是梦错了吧？是不是他脸上挨了一枪啊？一个是屁股。<笑>哎，再有一个，大哥，他以前跟白琪在一块没少祸害你。你要是再梦里梦见他。 你做的是不是噩梦啊？啊！别笑了，我过去跟我姐夫，叫他娶亲呢。
就是我的意思是，我是受迫害于白旗的淫威之下，但是君座并没有杀我嘛。我认为君座就是我的再生父母。哎，别，再生父母那不就成你爹和娘了吗？这我可不敢当啊！哎呀，刚才呀，这梦里的这通打呀，有点饿了，吃饭去吧。啊！哎，大哥，哎，你们吃去吧。嗯，不吃了，甜不甜，咸不咸的，吃不下去。那吃饭你们就这么痛苦呢？没辣椒，我们吃什么饭呀？吃饭。华仔，嗯，你那是不是还有辣椒？有过。不是，前天你不都全拿去了吗？你还不让我告诉对方？真的。大哥，你。吃饭。哎，大哥，你，哎，
你们谁也别想跑！弟兄们，我们八十八军是川军，身为军长，我深深地理解你们这种无交不欢，没有辣椒吃不下饭的这种感觉，所以我决定顺应军心，发起辣椒行动，进村找辣椒。有的，这个好。一会儿咱们要穿便装进村，不能骚扰老百姓。八十八军绝不能给川军丢脸。是，这个马通、华仔、钱蛤蟆，我们四个人一个队。文秀、吴二黑、张兴竹、滚地龙，你们四个人一个队，咱们进村找辣椒。小孔，我觉得呀，你老人家每天日理万机，知识甚小，何必轻妄？你的意思，不让我进村？大哥，这小事我们去就行了。你们进到村子里。搞到辣椒，你们吃安逸了，老子啷个办？少佐，箱子里是空的，什么都没有。八盖，人呢？报告少佐，抢走辣椒计划的人已经躲进了前面的村子里。辣椒计划是皇军拿下这次任务的关键所在，现在竟然被中国人给夺走了，我们一定要夺回来。如果夺不回来，我们就屠村。啊，你得从东南方向进村。嗨，我得从西北方向同时包围。嗨，出发。嗨，出发。看见没？那有个姑娘洗衣服呢。这是咱们第一次换便装，见到老百姓，一定要那叫什么来着？那叫亲民。亲谁？什么亲谁？亲民，就是见到老百姓，你得有亲切那种感觉。啊，你光当有什么用呢？你看你那脸啊，啊，谁欠你八百吊似的？得学会微笑，嗯，微笑会不会？微笑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啊，钱蛤蟆，钱蛤蟆就是你，微笑，嘴角往上扬，哎，舌头顶住山崖墙，笑一个，哎呀，哎呀。你眼睛了，哥，好点看。你笨，啊！记住，亲民，微笑啊，微笑啊。姑娘，洗衣服呢？你们是谁？亲民。你们是谁？是干嘛的？姑娘，我们是来找那个小辣椒。什么辣椒？我们这儿没辣椒。不是，
姑娘，你误会了，其实我们呀是来找辣椒的。哎，我警告你啊，你别惹我，我这离我们村可近了，我要有什么事我就喊他们都能听见。别别别，那个姑娘，姑娘你听我跟你说啊。哎，姑娘，姑娘，你别过来，你别过来。姑娘，哎，啊啊啊！怎么了？哎，枪都拿来。哎哎！你们松开我！还让我们抵住善恶拿车？哎，那词儿叫什么来？大哥，亲民啊！对，亲民。我大哥让我们亲你们，你们不让我们亲，给脸不要脸？你才不要脸呢！你干什么呀？不是姑娘，你怎么这样？就记住我们长得丑。你们是什么人啊？救命啊！住手！他娘的，光天化日之下耍流氓，竟敢调戏良家少爷，也太不拿我黄学军当回事儿。这是我李慧牙子。哦，来了来了，怎么事儿呀？刚刚我在村头看到一对伪军，从农村过来了。哎，听刚刚那个大妈说，这儿就应该是村长家。有人在吗？哦，来了，谁啊？老乡，我们想打听一下，这是村长家吗？我就是。您就是村长啊？对。哎，我们几个想打听打听，咱们李家村哪能找着辣椒啊？辣椒啊？我们这儿没辣椒。哎，我说你这老头啊，老子要辣椒又不是不给你钱。亲民。村长，是这样，我们有钱，我们拿钱买。哎，啊，钱给你。啊，辣椒啊，好说好说，来，里边说，来来来，来来，请进吧，请进吧，来，请进，来，来，大家别客气啊，来坐坐坐坐，大家坐坐坐坐啊。看来兄弟们也走了很多的路，肯定也饿了。这样啊，你们稍等片刻，我们呢出去张罗点好酒好菜，然后给弟兄们解解乏。那就太谢谢二位了。哎，不过村长你放心啊，这饭我们不白吃。嗨，客气客气。哎，走。来，喝杯茶。王二爷，就你屁股沉呢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拿到辣椒，咱们就立大功了。是啊，咱先填饱肚子再说吧。厉害，自己倒。哎，你是不是那个黄协军？你叫什么？你黄协军营长，壮好专注。对，我跟您说啊，我有个表哥就在你们黄协军当团长，前些日子我们在一块喝酒。就跟我聊起了，说你赵营长啊，为人厚道、忠实、会办事。营长是河秃子吗？有头发，李大白话。哎，对，我表哥外号叫李大白话。口，原来您是李团长家的亲戚。是，幸会。哎，敢问你们这是？我是。潘龙寨寨主啊，经常为李团长办点私事啊，你懂的啊。我早就看出来了，嗯，李团长好这口你了解的。救命啊！爹啊，救命啊！俺也没用，
何院长，你现在想的什么？我用脚趾头都能算出来。但是江湖嘛，有江湖的规矩。啊，嗨，不过是一个小娘们，谁先谁后无所谓啊。关键的是不要坏了咱们兄弟间的感情。对对对，只是等你回去以后，可千万不要忘了在李团长面前帮我美言几句哟。好说好说，一句话的事。你们这些坏人，早晚会不早好死的。大哥，干什么？不错，这个啊，有点味儿。还不快动手！别动！别动！哎哎，干什么你们？告诉他们把枪放下！把枪放下！别动！我，这样，哎哎，放下！姑娘，没吓着你吧？对不起啊，刚才为了脱身。没事。可你们到底都是干什么的呀？什么汉奸？我亲眼看到他，那帮人身上藏着枪，而且一伙伪军呢，准备从村东头要进来，肯定和他们是一伙的。没错，这帮人啊，一看就不是什么善茬。若是伪军，我们一定不能放过他，要为死去的乡亲们报仇。是啊，村长，这件事儿就听你一句话了。他们身上啊都有家伙，硬拼绝对不行。刚才呢，我答应他们给他们安排酒菜，过一会儿呢，我把毒药放在酒里边，绝对不能让他们活着处理家村。我是国民革命军88军军长黄少奎，我们是川军，来到你们浙东抗日。弟兄们呢，出的时间太长了，总是吃不到辣椒，所以我们今天穿便装到你们村里找辣椒。你们都是军人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刚刚是我误会了，军人，军人，哎呦，这我就放心了，军人好。哎呀，你放心，他还是军人呢，但是他是黄协军给小鬼子卖命。说吧，是谁派你们来？你们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嗯，啊，我说，新日军铃木中队长派我来的，一共有十几个人。嗯啊啊！不，一共有几十个人。过来干什么？找辣椒。嗯，找辣椒？难道那个小鬼子也会算命，算出来我们到这里来找辣椒？难道小鬼子也跟咱们一样？说，到底怎么回事？我真不知道。你别看我给日本鬼子当黄协军，但是他们什么都不告诉我，我就知道。辣椒很重要，如果找不到，铃木说就屠村。屠村？无论如何要救救我们村的男女老少啊！我们穷乡僻壤的，也没有什么好菜啊，粗茶淡饭随便用。哎呀，这么多菜啊！没有朝天椒吗？有的吃就不错了。用完酒就 pass 了。有，早给你们准备好了。来，倒酒。哎哎呀，村长，你想太周到了。这个，大家今天很辛苦啊，来。我敬大家一杯，来喝。谢谢村长。村长，村长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，有一队鬼子进村了，就朝我们这边走。什么一惊一乍的？想必你们和黄军是一伙的吧？村长，你误会了，我们跟鬼子可不是一伙的。我去开门。躲起来。去领。等我一会儿。你谁呀？别放了。
大哥，疯了！你没听他说吗？人家有几十个人呢。必须要警察，因为我们是军人。命令你的手下，你衣服都脱了，快点，把衣服脱了，脱，快脱！你疯了？你才疯了呢！你打我干啥呀？是我打的你吗？是他拿我打的你。那我是不是也能拿你打他呀？你打我干啥？打他呀！打！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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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君。你想怎么样？太君，太君。是不是故意的？是不是故意的？他打我打你，他能拿动你？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别！不是，太君，等着。哎，太君，太君，哎，太君，太君，你们人的两个，两个，完的。五个，五，为什么？村长，村长，他们五个，五个，有戏，有戏，有戏。你们五个看住，我们五个吃住，吃吃吃，快快快快快，来来来来，给太君倒酒啊！倒满，倒满，倒满，给太君倒满。本想毒死那些找辣椒的人，是你们送上门的。阿乔，查辣椒的人在哪里？全军统统集合，死了死了的，快去！死了死了的。别动，子爷，大哥。你们怎么穿成这样了？哎呀，啥也别说了，一言难尽呐。要不是平儿姑娘，我们就落在敌人手里了。哎，我问你，村里来日本人了吗？有一伙鬼子跑到村长家里了。我家？那我爹呢？什么？村长是你爹呀？他现在怎么样？我们也不知道啊。日本人来的时候，我们就躲进房间了。我？人家一伙，我们就四个。不止。柜子里边还有一个戴着黑帽子的啊！哎呀，也不知道他是什么来路。我们还和他打了一架，然后后来日本人就来了，我们就跑出来。那你们跑了，我爹怎么办呀？总之现在村长情况危急，我们得搬救兵，马上回去救村长。这样吧，想了吗？喊军心，叫什么不重要，赶紧回去搬救兵，我们进村争取拖住鬼子。你干啥呢你？我要算一下那个时辰回去搬救兵，他搬不搬得来噻？
这都什么时候？你算什么时候？赶紧回去搬救兵吧！我的祖宗！好要得！大哥，就这么几个人，就这么几条烂枪，怎么拖住鬼子呀？咱们？咱们啊？哎，咱们就用他啊！还有他，说你呢！大家好。干什么呢？老师，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找哪交的跟警察？再不说，我就毙了你！敢跟老子耍滑头，老子一枪崩了你！东队长。我在村子里边发现了这几个鬼鬼祟祟的人。快点过去。爹。找辣椒的人在哪里？辣椒？你们也找辣椒？快说。别的问，皇军问你话呢。朱队长，就是他们在找辣椒。再不说，我就叫你掉脑袋。太君，太君，不用您动手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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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滚！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说不说？说说不说？说说不说？再说一遍，说不说？说说说说说说，太君他说了。说说我说辣椒在我口袋里，你们不打不着。你们把大的叫唤计划藏在辣椒里。辣椒在哪里？孙队长，在百姓面前逞英雄，不如把百姓压下去，单独审讯。啊，对，孙队长，您那么聪明，肯定能领会到。你们两个留下，其他押走。走。快去说辣椒计划在哪里。不说我就打死他。
那大胡子那德行，大哎，胳膊胳膊哎！哎呀，受那点伤，真能装？你要好好想想办法。我只会带兵打仗，我想什么办法？哎呀，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啥声音啊？新竹啊，就是我们的阵地。乌尔黑。 那就是进攻的敌人，你马团长就是挡在乌尔黑面前的碉堡。碉堡？嗯，这样跟你说啊，我们那个队伍里面，红队员和华仔，他一句话蹦不出个屁来。滚地龙，那根本就不考虑他了。最多那个文秀，文秀啊，打仗算是生猛，但是你也晓得。 脑壳是空的，空的，就是空的哦。算过去算过来，脑壳灵光，那只有我们两个了噻。那你上吗？我不行噻，我年纪大了。但是你马团长不一样哦，不光是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啊，而且脑壔灵光还会打仗，最主要的是前途远大。你不气？不气啊？ 要说你这个人呢，就好说实话啊。这话也就当我面说说得了，别跟别人说，容易伤人啊。不过，
我对这个张星竹没什么想法啊，关键。刚刚不是跟你说了吗？啊，这个就跟打仗是一个样子的嘛。这个地盘不是你的，那是有敌人来进攻，你守不守？要不然，我先守着，啊？守，还要守住。这男人有魅力啊，身上的担子是重。星竹妹妹，你真好，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谢谢啊。啊。哦。好。报告！让你们去找辣椒计划，你们竟然如此狼狈的来见我。报告大佬，有一支中国部队也在疯狂的找辣椒计划。我跟铃木中队长奋勇杀敌，也没有打过他们。要不是我们两个命大，说不定现在我们已经不能活着回来见你了。中国军队有多少人？铺天盖地。少说也得有两三万人。什么？一个整编军？撒谎！为什么叫撒谎？明明只有一百多人。报告！一百多人？一百多人就把你们打得如此狼狈？云木君，不管付出多大代价，一定要给我拿回辣椒计划。嗨，集合队伍，目标李家屯。都来了。到。怎么就来这么些人？其他人呢？报告军长，情况紧急，我就先带了警卫连过来，其他人在后面。方军长，我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呀！啊，这菩萨都到家来了，还没人出来。村长，你千万别这么说，给你们添麻烦了啊！客气客气，来来来，坐下说，坐下说。方军长，对不起，刚才是我不好，那个头还疼吗？啊，没事了，没事了。不过你真是有力气啊，你这一闷棍下去。打的我是头昏脑胀哦。哦，不过我也得感谢平儿啊，就是他这一闷棍，当时把我给打醒了啊。你看我们这刚刚出川，作为军人呢，不能保护国民的安全，我方孩儿惭愧呀。哎呀，方军长，你这样说可就不对了啊！你可是我们村的救命恩人呢，我感谢你还来不及呢。既然你来到我们村，这就说明啊，咱今生有缘。不管怎么着，你看乡亲们啊都忙着呢，今天啊就在我这儿吃顿便饭。哎，不，这个吃饭我看就算了。这样，改日我一定登门拜访，讨口水喝。这哪成啊？你是瞧不起我呢，还是嫌弃我们这儿穷乡僻壤、粗茶淡饭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不是这个。报告军长，我们不应该辜负这村长的好意啊。刚才我们哥几个来的时候，那顿饭都没吃上。就是这饿的都快前胸贴后背了，你贴上了吗？快贴上，老团长。星竹，哎，哎，疼吗？我这点小伤不要紧，去看看其他伤得更重的兄弟们。啊！这守住啊，守住！不疼。方军长，你不是需要辣椒吗？我已经安排村民啊。去收集了，但是你得给他时间啊，所以啊，这顿饭啊，非吃不可。啊，对头对头，大哥，最主要的是辣椒。哦，大哥，报告军长，队伍已经到了。告诉弟兄们，不能打扰百姓啊，在村外驻扎，埋锅造饭啊。一会儿你跟滚地龙再给弟兄们送点辣椒过去啊。嘿嘿，要得。再有辣椒吃，辣椒巴适了。军长，我们先去了。
来，方军长，屋里坐。屋里请，屋里请。来，屋里请。星竹，谢谢你啊！你这次受的是轻伤，但是下次上战场啊，得好好保护自己。那我走了。哎，军师，军师，他让我小心点，你听见没有？啊，他是不是开始关心我了？很有可能哦。啊！哎呀，我说你拍哪里咋子？这么凉啊！来来来，给我俩。来来来来，给我俩。哎呀，别抢别抢！哎我。不错吧？来来，给你啊。这不辣。随便吃啊，随便。是啊，你这弄得太丰盛了啊！这位小兄弟，不是要吃朝天椒吗？朝天椒呢，我倒没找到，给你弄点干辣椒，不知可不可口？有辣椒吃就行。啊，方军长，来，我敬你一杯。好，来。啊，这个小鬼子经常进你们这村吗？啊，这小鬼子呢？倒是第一次来，不过伪军呢是经常下来抢东西，村民如果不给呢，他们就要开始杀人。哎呀，可怜我那两个儿子就是这样被杀害的。老子这帮二狗子，有朝一日老子遇见他，肯定不能轻饶他们。村长，我看这个村子里全是老弱妇孺，怎么没见到年轻人呢？是啊，能拿动枪的都去当兵了。我这把老骨头，要不是这么大岁数了，我早上战场跟这帮王八蛋去拼命去。你，哎呀，哎呀，你，对不起。方军长，老汉我有一事相求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哎呀，什么事儿？村长你就说。哎，哎，你看这兵荒马乱的，说不上哪天啊，我们这地儿啊就被小鬼子给占领了。我外地呢，又没有可投靠的亲戚。哎呀，可怜我们家闺女还只有18岁。我求你把他带走吧。哎，兄弟们，谁家吃啊？辣椒广告。吃饱了有事让小鬼子。好久都没吃过饭。好好好。哎，过来了又。哎哎哎。哎，对呀。带走。是啊，跟着你们到了队伍上干什么都行。如果实在不行呢，哪怕是给你当个填房，也比让小鬼子抢去强。填房。那行，我代表兄弟们发个誓吧。如果大哥要是在外边有了别的女人，就……头上生疮，脚底流脓。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好，你们不会说是吧？我来教你们，你们就说，如果我看不住你们大哥，他去找了别的女人。
咱几个一辈子找不着媳妇儿。哎，不是大嫂，这跟我有什么三辈关系？他找你，你让我娶上媳妇儿，说不说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你，反正这次你出去打仗不带我可以，但是如果你要敢找别的女人的话，我都上吊！你能不能不胡闹啊你？啊，老子出川是去抗日，不是去逛窑子。什么？你还想去逛窑子？好，我发誓行吗？我发誓啊！我如果方哈儿这次出去要带回别的女人来，我不得好死！天打雷劈！主公，刑天一身礼哟。嗯，大哥，这使不得啊！使不得！村长，万万使不得！方军长，你是在嫌弃我们家闺女吗？不。平儿，过来，让方军长看看。村长，你说你。方军长，虽然这批小鬼子被消灭了，但是他们不会甘心的，指不定哪天啊，就会派兵到我们村来扫荡。我现在就这个宝贝闺女了，他另外一个哥哥呢，已经当兵三年，没有一点音信，听别人说在重庆见过他。你就救救平儿，把他带走吧。顺便呢，也能找一找他哥哥的下落。还有啊啊！真好吃！哎呀，没事，你看，是啊，来，大爷，事到临头还有心情吃东西？不错啊，刘尚军，嗨，炮火攻击，嗨。哪里打枪？敌人反扑回来了。一共多少人？日军和伪军大概一个整编团。告诉弟兄们，正面迎击，绝不让鬼子进村。好。
快点！好嘞，快点！快！小明，快点！咱们出川抗日两月有余，第一次碰见小鬼子这规军，一会儿给老子往死里打！大哥受训。啊，刚才说到哪儿了？这个往死里打！对，蒋介石不给咱们枪，不给咱们钱，咱们还得自己化缘。小军大哥，我说到哪儿了？说到化缘了，大哥。对，化缘。这个辣椒。小鬼子也这么纠缠咱，简直气死老子了！老师，我去做，说他气死你了，气死我了！给我冲！啊啊、无论付出多大代价，一定给我抢回辣椒计划。哎，胡队员，走！炮兵营，炮兵营呢？炮兵营和整装部队都在路上，还有一小时呢。哎，这是说老子被炸成肉饼了。叔叔，我们的小鬼子近点咱再打吧。好，全力下去。是。队员们，节省子弹，等敌人近了再打。大佐阁下，下命令。这支部队战斗力太差了，连还击都不敢。对，大佐，打吧，一群缩头乌龟。
张仲军，你的军人的不是，战略战术的不懂。在我看来，他们是想诱导我们，先派出小股兵力，让我们击退，然后把我们引入包围圈。是的，大大的狡猾，我们撤退吧。不，我倒要看一看他们耍什么花样。栓柱军，诺，你的部队打头阵，发起进攻。大佐，您刚才不是说敌人在引诱我们吗？那咱们现在这么做，不等于明知道是坑还往里跳吗？报告，兵们，给我上！准备战斗。打！玩黑！没人！打！哎，你说这小日本是不是脑子里进水了？为了个辣椒，他们至于动这么大肝火吗？就是啊，那小鬼是不是也爱吃辣椒啊？主公啊，那个海椒是我们好不容易才找到的，不能都就这样给他走。对，为了辣椒，给我打！看来他们真的拿到了辣椒计划。酒不吃吃罚酒。景上军，多派两个大队发起总攻。嘿，可以，大佐。不完了，你就等着胜利后打扫战场吧。嘿，离咱们越来越近了，大哥，炮兵应该快到了吧？我估计他们一时半会儿到不了。大哥，再这么下去，敌人就顶不住了。大哥，左翼已经顶不住了，咱们没弹药了。顶不住也给老子顶，弹药打没了，这是没肉搏，也要跟小鬼子干到底，绝不能给川军丢脸。看来他们已经没有什么战斗力了。我喜欢拼命的对手，但你不对，发起总攻。嘿，总攻！王将军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在等着胜利后打扫战场。八哥，嘿，总攻！
家的友军。友军，排好了，钢弟兄们，放开了打！是，兄弟们，战士来了，放开了打！计划，大哥，我们现在是两面夹击，实在坚持不住了，撤吧！老兵，死也要给我死在阵地上！留点清醒在，无法没踩手，咱们还是撤吧。对，大哥，活脱就是踩手以后。大哥，给我撤！来，撤！来支援咱们来了。啊，大哥，你看谁来了？哎，姚本总军，姚哥，总军兄弟，哎呀，是你呀！师长，我算见着您了。兄弟，今天亏了你了，助我们这一臂之力，要不啊，我们这仗就打惨了啊！哎，你是怎么知道消息过来支援我们的？啊，我带部队经过。听到这有枪声，立刻赶了过来。没想到是师长您啊！哎，现在应该叫军长喽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军长，收风的事儿早就听说了，是不是就习惯了，一时改不过口了？哎，我告诉你啊，什么军长就叫哈二哥，叫哈二哥我听着亲切啊。对，还是哈哥精。嗯，哎，对了，哈哥。您现在隶属哪个集团军啊？驻扎在哪儿？哎呀，惭愧啊，去了第十集团军，还有十九集团军，人家不要我们，嫌我们人少。现在我们是散兵游勇，单干着呢。哈哥，您要不嫌弃的话，就来我们二十三集团军，怎么样？二十三集团军？二十三集团军？唐文尊的部队，对，唐司令的部队，他可是川军出身的。哈哥，您这仗打得漂亮，我去他面前给您请功去。啊，嗯，哎呀，胡闹，简直就是胡闹！姚正军，你胆儿不小啊，竟敢违抗我的命令擅自出兵，你信不信我军法处置你？我们来到前线为的就是抗日，如果您认为我有错的话，一并处置。你还敢犟嘴，你信不信我现在毙了你？那你就毙了我吧。你姚正军呐，
我知道你打仗很勇敢，能拼命。到了我的部队之后，立下过不少战功，这我都知道。这次战区又没给我们这次作战任务，弄不好这要破坏大局，大局呀！你懂吗？我懂，但是……好了，不要说了。不管怎么说，我们这次还是打了胜仗，功过相抵，我就不追究了啊。不过下不为例啊。好了，你回去吧。你还有事吗？司令，其实这一次的胜战首功不是我们，是友军。友军？对。哪支部队啊？是八十八军方少奎的部队。你说的是那方哈吧？对呀、啊。他到我的辖区来了？来了。我明白了。杨正军呢？你原来是他的属下，你现在是有情有义在报恩是吧？司令，我带部队去之前啊，并不知道是哈哥。哈哥，别解释了。人在哪儿呢？跟我一起回来的，在前厅候着呢。哎呀，我方老弟来了。来了。你咋不早说呀？走走，跟我迎接去。你说你呀，冯军长，请喝茶。这司令部真漂亮。你是娃娃兵？你是娘子军吧？哎呦，王老弟呀、啊！哎呀，跟我还客气，敬什么礼呀？兄弟，想你呀、啊哦！哎呀，我也想你啊，兄弟。哎呀，好哥，让我看看，还这么精神啊？哎呀，好，坐吧。哎。行，老弟啊，八十八军现在什么位置啊？按照司令的指示，我已经让我的部队集结在离苗团长有十里地的地方。哎，老弟啊，这就对了。老哥，这可跟小鬼子，卑职啊，跟小鬼子这仗打得非常惨烈。而且在打的过程当中，小鬼子还喊什么辣椒。哎，你说这李家村是不是有鬼子想找的东西啊？他找什么找，无非就抢粮食呗。哎，这战事一开，百姓遭殃啊。我唐某内心有愧啊。那我方哈儿就给唐司令添麻烦了啊。那兄弟，你这么说话可就歪着了。你我都是川军，之前又是刘湘司令的手下，咱们是一家人呐，兄弟。但是呢，咱们现在的第三战区主要负责人是谷司令长官。他是什么人？委员长的嫡系，中央军，咱惹不起呀。我告诉你，唐司令，谷司令长官我打过交道，他现在在重庆，就住着我的房子。真的？嗯，顾司令长官还住你家房子？得头。哎呀，羡慕羡慕啊！哎，兄弟，那顾长官让你到第三站去来，为什么没把你分配到第几兵团下达作战任务呢？我跟你说啊，老唐啊，啊。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。嗯，我这次出川抗日，我是自筹粮饷，自募兵员。不是，你就明说吧，你现在八十八军下辖几个师啊？现在我有个新编二十一师。哦，就一个师啊？老弟啊，那你这个师有多少人马呀？3000多人。哎呀，
那个表团长在，你这个团有多少人马呀？说呀，多少人？2800人。你一个团这么多人呐、啊，赶上人一个军了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老唐，你别看我只有3000多人，但个个都是精兵强将。如果你要给我个任务，我一个团会打出一个军的战斗力。哎呀，我知道你那些都是精英，不过老弟呀、啊，我可不肯跟你下达作战任务。我这个司令只能管我这个兵团。那你的意思，你这里就容不下我方哈尔了，是吗？不，你多心了，这不是容下容不下的事儿，我得向上级请示啊。你说，你一个军的编制分配到我这儿啊，后勤谁保障啊？装备谁提供啊？这还不说，这万一让鬼子知道我这多了一个军，那肯定要对我加强攻势啊！啊，那他可不知道，你这个中将只是个团长，你说这仗怎么打？老弟呀、啊，心虚呀、啊，心虚。现在啊，当然老弟，我还是很讲义气的。老弟呀、啊，这件事情呢，咱从长计议啊，从长计议。哎，饿了吧？吃饭吧。你看看，把你这些精英都饿成什么样了啊？郭副官，有准备大餐。是，记住，大餐。放心吧，军长。吃了饭再走吧。好啊，那就睡的啊。好，来，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是方军长。方军长好。嗯，你好。这位是？哎，这是我的八姨太美玲。赵美玲。哦。啊，那什么，大伙都入座吧。哎呀，看来唐司令还挺遵从连长啊。委员长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，无论在思想上、言行举止，也要奉行到底。学得挺彻底啊。其他姨太太也都叫美玲吗？对，只是姓氏不同。你那件调色衣服咋没穿？洗了。明天告诉裁缝，多做几件，换着穿。司令，咱们先入座吧。啊，好，来，入座吧。郭副官，有。上菜。上菜。文天龙，你是我这队伍里的精英啊，多吃点啊。唐文珠，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这是大胆！竟敢对司令不敬！回边去，没你说话的权利。放肆！方军长是我的客人，跟我开句玩笑怎么了？啊，把枪收下。唐文珠，少跟我假慈悲。我方哈尔要不是混到现在的地步，我能过来找你？啊，在四川的时候，我正眼看过你吗？余湘司令对你恩重如山，中央参谋团一到重庆，你就跟他们勾肩搭背，眉来眼去。余湘司令前脚一死，你马上就致电中央参谋团，说你要无限效忠于蒋委。你还算是川军的将军，你就是蒋介石的一条狗，哈巴狗。嗯，
对呀、啊，你看啊，你是哈尔，我是哈巴，哥俩吗？不，站站站站站！苗团长，没关系，咱们方军长啊，是因为今天跟鬼子打仗啊，脑袋受了点刺激。没办法，袍哥出身嘛，第一次跟鬼子真刀真枪的干，肯定有些紧张。兄弟啊，我明白了，是因为我唐某的伙食不好，你不高兴吧？兄弟啊，没办法，大敌当前，大家都在勒紧裤腰带，能有粮食吃就不错了。你说你要饭还嫌骚啊？